好想好想介绍呢间宝藏包店俾大家。喺恋爱巷咧，背住大三巴一直向前行呢条暗巷嗰度咧，就见到呢一间铺头噶。佢个名咧叫做 Kika。虽然间铺头细细间咋，但系入边咧好多款式嘅包噶，有蛋糕啦，有甜品啦，有 bagel 啦，同埋有佢自家制嘅米酒特饮啦，同埋咧冷萃咖啡。佢呢个米酒啊，系好好味噶。我肯定其他地方飲唔到咯，咁佢係大人洗腦咧都好啱飲，對腸胃非常好噶。之後咧我就試咗佢個冰麵包啦，咁樣入邊咧有啲麻薯煙煙韌韌。我個朋友咧就好中意飲佢呢個接骨木花嘅冷萃咖啡，雖然冇牛奶啦，但係佢加咗啲 sparkling 啦，同埋接骨木花，所以令到杯咖啡口感特別啦。佢最出名就係個 bagel 啊，一個比較硬身，一個比較軟身，適合咧唔同嘅人士。咁樣咧，我最中意係佢嘅配料啊！佢唔單止係普通嘅芝士火腿，佢仲要配埋明太子，簡直提鮮啊！仲有芥末蝦，真係一流。大家記住買埋呢個造型貓咪麵包，呢間鋪頭真係好有 heart， 所以我好想推薦俾大家。中意我條片就 like share 啦，拜拜。